左右弓步架打。转身右左劈三掌，左弓步架打，收拳；右弓步架打，左右弓步架打，左脚向前踏出成左弓步，左手曲臂向上架起至拳心向外，同时右手打出日字拳，与肩同高。左手收拳至腰间，右脚向前踏出成右弓步，右手曲臂向上架起至拳心向外，同时左手打出日字拳，与肩同高。转身劈掌，转马劈掌，弓步挑掌，收手臂劈掌，转马劈掌，弓步挑掌，向前望，转身右左劈三掌，身体向后转180度，同时换成左弓步，右手拳变掌，微微垂下，左拳变掌劈出，左脚脚掌向外展至脚掌向左，上身亦转至向左，重心坐落左腿，右脚靠左脚收半步，头望前方，右掌从后方由上而下劈至左腰间，左掌置于右肩前方，右脚向前踏出成右弓步，右掌往上挑至前方，高于肩膊，左掌同时往下劈至左下后方，右掌回收于胸前，暂渐向前，右掌再往前方劈出，高于肩膊，右脚脚掌向外展至脚掌向右，上身逆转向右，重心坐落右腿，左脚靠右脚收半步，左掌从后方由上而下劈至右腰间，右掌置于左肩前方，左脚向前踏出成左弓步，左掌往上挑至前方，高于肩膊，右掌同时往下劈至右下后方。